欢迎收看时代足球总会辉煌33联赛行中对港少联的赛后精华。今日先开波是穿着绿色衫的港少联，而行中就穿着白衫。你们看到行中的攻势禁区顶的位置决定自己来，见到个网友喐一喐的，但是射中网侧的位置啊。之后这边地波转一转边的来自港少联啊，怎样做插下花推翻左脚全波打到后山搞定。港少联打开纪录，领先1-0。入波球员咧系郭家辉啊，咁呢位球员咧个背号咧就相当之大 number 嘅，710号球员啊，呢个系。咁呢个后争帮港少联打开纪录，领先一球啦。之后呢边一个后争俾咗队友传翻埋中间，又揾到佢啊，郭家辉今次射埋去门将扑倒下嘅，但系个波照入啊。好快就梅开二度啦，亦都帮港少联领先两球，讲紧嘅都系佢啦，郭家辉。咁啊呢球队友传到位，佢推多一脚就射埋去啦，拉开到两球嘅差距。喂！之后呢边行中呢个脚外背揾到队友，再传入禁区里面。諗住瞄返個遠處位置處邊出界啊，都幾近磅嘅呢球。咁上半場呢港少聯領先2-0，下半場呢嚟到8-3嘅行中開波。呢邊行中啲圖情嘅傳埋去，今次打個後爭撞柱啊呢球。太過投棋啦。繼續都係行中嘅攻勢。两尾队友传翻埋中间啲位置，离脚远射埋去，个波贴住地咧。港少联门将就将个波没收。呢边港少联一个长传上去，再射嘅时候食唔应个波啊，又过唔到行中嘅门将。唔中。左仰右仰，選擇傳去左邊少少咧，即刻嚟個遠射埋去，又係射個地波埋去啊，都過唔到港少聯門將呢球。呢邊點樣做？拖翻後少少，揾到隊友，一射埋去，港少聯解圍。呢個時候球證吹完場，就港少聯贏2-0。